是师傅，您在这不是前几天的问答节目，好像是前天的问答节目里开始说，您说的这句话特别有含义啊。我有想再问一问，您说是解结咒是从心里来解除身上很多毛病，因为身体上很多毛病实际上是跟心理都有关系，心理不开心跟身体有关系，那身体元素不平衡，要念解结咒都能化解，然后多喝水。师傅，那请问我们念解结咒化解自己的冤结，或者是自己与某人之间的恶缘，经文是治疗自己的心理，还是除去身上的这种冤结的黑气呢？师傅，这种我有全都有，全都有。你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一碗饭吃下去之后，到底是为了饱呢，还是为了身体健康呢，还是为了能够让免疫系统变得正常呢？你告诉我呀。都有的。好了。都有，明白了吗？啊，都有啊！谢谢师傅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